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组超级惊艳的大片，主角就是我们可爱的杨子，他以一头短发亮相，展现出知性、可爱又俏皮的无限魅力，让人眼前一亮，真是好喜欢杨子这组大片啊！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杨子的知性一面，短发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稳重，同时也非常的干练，搭配精致的妆容和简约的服饰，散发出一种从容自信的气质。他站在窗前，眼神坚定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坚定信念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杨子的可爱一面。他俏皮地嘟着嘴巴，眼神中透露出无邪的童真。短发的他看起来更加活泼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捏捏他的脸蛋。这样的杨子真是让人心生怜爱，忍不住想把他抱在怀里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忘了杨子的俏皮一面。他穿着时尚的服装，戴着墨镜，对着镜头摆出各种搞怪的表情，让人忍俊不禁。他的笑容如同阳光一般明媚，让人感到无比温暖。这样的杨子真是让人无法抗拒他的魅力，妥妥的霸道女总范儿，职业女性就是这个样子，外表看起来特别的高冷，让人无法靠近的感觉。这就是所说的想靠近却又不敢靠近。总的来说，短发杨子展现出了他无数面，每一个面都让人心动不已。他时而知性，时而可爱，时而俏皮，真是让人喜欢的不得了。这组大片真是让人惊艳无比，不得不佩服杨子的无限魅力。这次的穿搭确实是一个大胆的突破，以往都是长发披肩的样子，女总范儿还是第一次，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，不由自主的让人喜欢。最后，让我们再次感叹一下杨子的美丽与才华，短发造型让她更加独特亮眼，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在演技上有着出色的表现，在时尚穿搭方面也独具匠心。希望我们能够从杨子身上学到更多，不断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。以上就是关于短发杨子的一组大片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果你也喜欢杨子，不妨去他的微博或者社交媒体上关注一下，看看他更多的精彩瞬间。让我们一起为杨子加油打气，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你们喜欢这样的杨子吗？来评论区聊聊吧。